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雪，看好多大货车都滞留在这里了，走不了了，好像是上面山顶，那雪是更多，好像绑着防滑链也不让走哎。咱的车顶也是堆了好厚好厚的雪哟，这玩意儿给你堆的明明白白的，这太阳能板这些全都被盖住了，现在电也发不进去了，我也不敢付，我也不敢扫雪，怕的是等会儿还要下来，对不？还好我们这车里面采暖还争气，昨天晚上还开了一个通宵，还没有熄火，车里面还将就吧，因为这采暖不能开得太大了，开太大了，海拔高了，这里海拔将近4000，它的含氧量不足，就会熄火。只能说比没开还是要好得多，车里面将就能过。我看他们好多大货车的话，昨天晚上就是一夜，那个发动机没有熄火，一直都把那个发动机给开着的，因为可能那车里面睡着还是冷，因为好多车里面他们应该没有采暖嘛，就把那个发动机给开着，开的车里面的这个自带的暖气，这样过了一夜，这玩意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通车呀。走，咖啡，咱下去逛一逛不？走呗。现在这出了一点太阳了，好像还化了一些了，刚刚这些堆的还要厚一点，但是啊，好像都走不了，带小咖啡逛一逛。小咖啡，哦，你在这里哦，我说你跑哪里去了，你在那里找什么走，咱去逛一逛，这么厚的雪，对不，玩一下，这还是自由婚纱旅拍基地，这里面是一个景区，但是好像这个季节没有开放还是什么，还是没有游客呀，反正我们没看见有游客来，这里是一个景区，外面的一个停车场坝子，这往上面走好像就是折多山了，上面可能不知道那积雪和结冰垫多厚，走这边，别跑那边去了，快点这边，耶，他还不听招呼，快点过来，哦，原来他是听不懂普通话，那重庆人养的狗听不懂普通话，你说气人不？走这边，我们逛到里面去看一下有啥。哎，这雪咋飘到这里面来了？这里面不是有屋顶给挡着的吗？可能那风给刮进来的是不？你看这里面都好多，照理说这飘不进来呀。这个钢架结构的还是打的混凝土，现浇的混凝土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篮球场，你注意到我别掉在这坑里面去了哟。这里到处都是这种坑哦，陷阱，看吗？你那小身材等会儿掉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哟。还有饭馆，关着门的。没有啥生意吧，可能这个天是淡季了。哇，这里的雪好厚，就是说咋感觉走着声音不一样。这边没有晒到太阳，化不了。啊，那边都停了好多车了，那边。整片山都一片白茫茫。咦，这是啥车开进来的呀？这么厚的雪都能开进来吗？那种市区的是不？像我们那房车肯定开不动，在这么厚的雪上面，这玩意一压，它就成冰了，成冰了就打滑了轮胎。看吧，你看手这样一插，这些就成冰了。你不和我一起去吧？啊？咱家小高飞太矮了。在那雪里面都快把它给埋住了，他还是不傻耶，他知道走了上面，他刚刚是走的这下面，
走到这下面快把它给埋住了，它又跑到了上面去走去了。看来这小狗的智商还是不傻，快过来呀，过来，来，哈哈，来吧，来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来嘛，不怕，它怕把它给埋住了，来来，还有个保护你，快点，它怕，这雪不厚，你过来嘛，啊，你怕吗？哎呀，这小狗。你说他傻吧，对不？有的时候看见还不怎么傻，他还知道这下面的雪厚了，他身材太矮了，怕的是把他给埋住了。走那边吗？行，咱走那边呗。这些地方下的雪还没有人来走过，就我还是第一个。你看这脚印都还留在这里的。给你擦一下，哎呦喂，你还别说，看见他一天到晚傻乎乎的，刚刚出去了，这些后面那全都是那个雪，没人去走过，我叫他去走他还不走，他要走那个屋檐下面，屋檐下面的话那个雪能骑他这里，如果说走那种没人走过的外面的话，雪能骑他这里，他就不去走了。你以为他傻哟？他一点都不傻。他挺聪明的，我感觉随便叫他怎么过来，他都不过来。我把这些雪给你弄了，给你擦一下，不然等会冷。雪耍起是好耍，对不？他也和我们一样，没怎么见过雪嘛。来擦一下，擦一下，这里柴暖，烤着，烤暖和哦。等会烤暖和了，你跑到前面去晒太阳，那驾驶室那里去晒太阳。因为现在出了一点点那种太阳花，晒着暖和，晒暖和了我们空了，等会儿又出去玩好吧，外面耍起来一波还可以，是不傻子都还不想回来嘞，一天天的就在这里烤会儿，这里采暖开着了。